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。我们的这一款分隔盒子，您的纸边长15厘米。首先把两角对折，展开，把两边对折，展开，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只要压一下这里的交叉点，展开，这个是三等分点。上面的边折向这个三等分点，下面的边往里折，展开，右侧的边折向这个三等分点，这边往里折，展开，放到背面，把它对折，这角往里折，再把它往回折，展开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往里折，再往回折，展开，撑开，按照折痕压进里面。这一侧也一样，撑开，按照折痕压进里面，把这个部分放上去，这里撑开，把它压好，这一侧也一样，翻过来，这个部分竖立起来，这样看。这个斜边折向外侧的边，这个部分竖立起来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对面也一样，把这个部分往上折。里面把它往下折，这一侧也一样，然后看侧面，把这个边往里折，对齐里面的根部，然后把这个部分竖立起来，使这个折痕对齐这个直竖线，然后把这个部分往里折，再把它往下折，这小角再折进里面，这一侧也一样，这个边往里折，展开，把这个竖立起来，这个直竖线对齐，从后面折过去，把这个往下折，小角折进里面，然后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操作，这样一款盒子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的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